但是那么多人想听啊，咱俩。比如说，比如说称赞他今天带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像我刚刚送给那一位粉丝他的那个口红嘛，对啊。他如果说下次跟男生出去的时候，可能那个男生就会借故，因为一定男生一定会的嘛，就借故找话说啊，就是说哎你怎么会带这个东西？然后甚至你就可以开始延伸去探听，比如说是你男朋友送你的吗？对不对？或什么之类的，就可以得到你的资讯。之前有尝试过让就是另外一个女主角出来嘛，当然就是她妹妹，但其实跟她也是同一个人，但觉得可能就是那个抢夺力度不够吧，所以说可能还是走男生这边吧，就男生来抢夺。当然我也很好奇她用什么方式来抢夺，抢夺掉我的女朋友，女主角女朋友。不过已经想一个狠招了，对，蛮狠的一个招。现在可能这一次明天的话，可能还是比较甜蜜的一种抢夺吧，就是就让他讲公平竞争这样子，但可能后面就会出一个很狠的招，对。